麻辣火锅。哎，绿叶呢？那个勺放在那里，因为太少拿不了了，拿出来。麻辣火锅，他们我带你去吃，不要不要。那不是刚讲呀？妹妹他们很喜欢吃麻辣的。哦，麻辣的，我不敢。他们那个汤锅都带回来。对，他那个就是可以带回来。啊，小俊就带回来啊，多加点东西。加芹菜就好了。起了。别得真的。好了，这样可以了。这样饮料就好了，我让他们讲。放他们讲，你们自己不要喝饮料。